There's a war inside my head. Sometimes I wish that I was dead. 真实谎言是第一次的公演，我们练习时间只有两天，两天做成这样，我们觉得我们尽力了。还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再多练习还可以更好。更期待的是，等一下观众们进来之后的时候，特别特别紧张，因为我们每次上台的话都会伴随着尖叫声，但是那一次没有尖叫声，所以心里其实是有点忐忑的。每一个舞台的灯光舞美都是精心具有去设计过的。我就一直为了这个东西去拼命的，然后终于现在有这个机会，就很安静，我觉得很舒服。唱歌都没问题，唱歌挺好，但是你们刚才去的失败才到现在。在报时间，还有一分钟可以吗？还有三十秒可以吗？一直说。其实我们很多细节还有点不太熟悉，比如说上下台，还有换服装，这件事还没有太踩到过，有点担心换衣服的时间会不会来不及。如果没有他们的话，也不会现在在这里。其实我们七个人心态是一样的，我有一年时间内每天晚上一闭眼就是舞台，